三十多个移植医生的录音，中国891家移植医院的数据，对五名现任和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调查，惊天罪恶和黑幕的一角已然掀开。新唐人电视台推出中共活摘器官罪证讲座，免费入场。2月19号上午10点半，通过网络全球直播，地点法拉盛喜来登酒店2楼。前100名报名者免费赠送价值$100的韩国进口天线及免费安装。